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对无我的一些误解。有些人呢，以为无我呢，就是什么事都无所谓；有些人以为呢，就是不负责任；或许呢，有的人呢，没有志向，没有羞耻感，没有未来性。那么他们都认为呢，自己的行为呢是所谓的无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我们上次谈到，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对无我有一种误会，以为就是说，哎呀，我事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呢，这就是无我了啊。那师父是说这些人呢，他是眼高手低，是因为自己无能，或者是呢自己无赖，或者是呢自己啊无耻，那就变成说无我啊，这很糟糕。这个无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自己的学习的能力不足，自己也没有学习的意愿，自己呢品德很差，也没有啊使得希望自己能够更成长、更提升的这种啊期待或者是啊心愿，那么对于过去的也不负责任，做错了事也没有责任感。有的人呢像比如说他娶了太太，生了孩子，因为太太最初不知道他是一个是这样这个不负责任的人啊，最初他这个可能就表现得很好啊，一个女孩子就嫁给他了，嫁给他也生了孩子了，结果呢是这一个人不学无术的一个人，而是没有啊一个家庭责任的一个人。那有个太太生了孩子，要就是叫太太自己去想办法赚钱来养活家庭，或者是呢把自己的太太孩子啊还交给父母去来负责，还有呢也可能呢有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或者姐姐或者妹妹啊还过得去，那就自己把自己的就是的头号投奔和自己的姐姐弟弟妹妹，甚至于有些是同学，他就是黏住了，就是说自己赖住了，谁叫你是我的姐姐的，谁叫你是做我的哥哥的，谁叫你做我的弟弟的，谁叫你做我的妹妹的，那我现在没办法了，当然你帮我的忙啊，我现在欠的钱没办法还，我没能力还呢，谁叫你做我的妈妈做我的爸爸的，你也叫我还呢，像这种人你看到过没有，很可能啊，是这个男女都可能有啊，男的女的都可能有，你看不出他是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什么，但是呢他就是走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夹缝之中来讨生活，他总是骗到这一边也有生活，骗到那边也有生活，就是自己没有自己生活的立场，没有自己生活的条件，没有自己生活的呀这个能力。那么像这种人，他们可以说我一切都放得下，我一切什么都不在乎啊，是这个什么升官什么发财什么地位什么这个荣誉，这跟我什么关系，这什么用处，我很恬淡，是啊，我很淡泊，是啊，他还是认为这个是比如说颜回居六相能够这个自得其乐啊，他回是他是个高人，还是个雅士认为啊，那么这种人就是表示啊我们讲说无耻，他这个也可以说是无赖了哈。另外一种呢，没有将来感的，没有未来性的，他前途茫茫，他自己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呢高不成低不就我在上一集里讲的眼高手低，他这个目空一清，比如说我曾经呢遇到有一个
有一位年轻的人呢，他自己只是一个高中毕业，但是呢他好像能够这个懂得一点外文，也能够写一些外诗，那自己觉得蛮神奇的，觉得蛮有能力的。那但是呢他就想怎么想啊，他说啊，我只要娶一个好老婆，我娶一个好的老婆，然后呢我就是啊在家里面写诗，我在家里面读书，让我的老婆去啊好好的呀，去赚钱养家。哎，这种人呢、啊、这是一个意思啊。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家伙叫吃软饭的男的哎，结果真的他骗到一个人，骗到个女孩子。哇，那个后来这个女孩子真倒霉，真的生的孩子就太太养，家庭要生活，家庭生活家庭哎，家庭生活就是太太管了啊。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这个无赖，真是这个无赖了，是不是无我，嗯，不是无我，他没将来性的。嗯，他那个将来性呢就是如何的让他自己生活的没责任感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就是，这不是无我，我讲的这是无赖。那么另外一个，所以是没有未来性的人呢，也就是说没有大志。这个人一定要有大志向，所以大志向不是要做大事情，一定说我不管怎么样都为自己的生活找忧，要为全体的人类奉献。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至于将来能够奉献多少什么东西，这个自己看自己努力了，要看意愿的，否则的话呢自己就是没将来性的。是，谢谢师父开示。所以真正的自我消融呢，要经过自我肯定、自我成长的阶段，否则呢很容易失去方向感、未来感还有羞耻心，那就是我们所不乐意见到的。更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